清明时节将至，便利乡民在公墓祭祖扫墓。树林乡公所从3月16号到29号，在全乡的各公墓进行第一季公墓砍草环境清洁作业，同时陆续完成各公墓的用水修缮，增进民众扫墓与取水的便利性。秀林乡长王文贵表示，慎重追远缅怀祖先是乡亲的传统美德。秀林乡公所秉持便民便利的态度，在清明的前夕，本乡18个公墓进行环境清洁以及自来水修缮设施的工作，提供乡亲整洁便利的环境。同时也提醒乡亲，日前因疫情升温，也请乡亲做好防疫的工作，勤洗手、戴口罩、打疫苗、打好打满，让乡亲有个快乐的安全的清明假期。那目前我们全乡16处合法公墓均有建置的公墓用水，然后我们公墓用水的有放置设置的使用规范，主要是让村民打扫祭祖啊，或是说在铺坟造墓的时候方便使用。那目前16个合法公墓均有建置公墓自来水，河中公墓这部分因为它水量不足，所以我们公所特别有放置加压马达，加马达让那个水量能够更充裕，流得更快，更多水量不要让那个水量不足的问题产生。所以公所在今年度要改善这个部分。所以清明节的时候也请各位村民就好好使用，也好好使用那个公墓用水的各项设施。那我这边要谢谢王代表，他对和平村的建议案跟提案都蛮多的，也感谢所有的代表也全数通过预算，让公所来施行这个预算，那工程任何工程也算很完善。今年公墓砍草环境清洁与自来水设施修缮工作，分别在和平公墓、河中第一公墓、河中第二公墓、河仁公墓、崇德公墓、富士公墓、民友公墓、秀林公墓、三镇公墓、嘉文公墓、嘉明第一公墓、第二公墓、水源公墓、龙树公墓、同门公墓、文澜公墓、米亚碗公墓、崇光公墓，共计16座。也期待乡亲在追思先祖的时候，同时保持清洁，守护干净的墓园环境。记者九王休想报道。